工作室拍到好兄弟。那附有真实照片，害怕的可以退出。你是外口冲掉个是？外口冲掉一堆来呀？堆来。嗯。赶紧一起走了，个是到处个。无走。无走，老坑人哎。啊，唔见老坑个是鬼坑的，比无走。当时啊，人家无好势，如果听到声很重要。我没事，有吃到。嗯。嗯，反正有吃无安尼款，就是。啊。但主要是怕，讲未好就叫出来。哦。嗯。到冲掉会知哦。伊这里物件唔知耶。唔知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可以看照片后面有类似两个面孔，而面孔是没有五官的，是事后修图时候才发现的。感觉有人在看着你似的。回去冲了花水，也感觉没什么帮助，就到附近的医庙请求帮忙。当晚下来的是谢必安，大家都叫他白无常，大爷伯。处理完后，在路边上香道歉就完了。